各位老师，大家好，教师节快乐！等一下，县长，好像不是这样哦。啊，今天的任务不是这样子的，不然是什么？嗯，县长没关系，那我带你来去看一下今天的任务要怎么去。走。杨老师，掌声欢迎杨老师。哇！今天我们的菜单有鱼排，有鱼丸，有高丽菜。这个高丽菜是有机蔬菜，是来自于我们的五峰坚持山地里面农夫把它种出来的，非常有营养。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吃点蔬菜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就开动。各位同学，吃饱了一定要刷牙，刷牙牙齿才会干净哈。这个要慢慢的刷，轻轻的这个按摩这个牙龈哈。哎，停！各位同学停！扫地，杨老师来教你们扫，好不好？你看着我怎么扫哈。这个一定是，哇，都是杨老师在扫哎，我们好幸福啊！哦。很乖，大家都睡了，我也来休息一下。县长，睡不能睡，啊、我只是想休息小憩一下而已。小憩一下没有办法，我们要来改作业了。啊、好，没问题。好。老师在用我、嗯，我没有用你，是你先用我的。同学来告状，你要分是非，还要讲情义。啊！你们讲什么用来用去，我听不懂啊！到底是谁用谁啊？哎呦，我真的快昏倒了！老秦老师帮我找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东西不见了，你要想办法来办案。笔不见，我怎么办？今天要跟大家讲我们《佚名记》的由来。县长讲了一个佚名记的故事，而且还是清朝的。在清朝的时候，我们台湾当老师比当县长还要辛苦，小朋友天真无邪，这个笑口常开，你看了都很喜欢。那我想当老师是传道解惑授业，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其实真的讲当县长，我觉得比当老师还要好过一点，因为县长打扫得很认真很久，然后我们都不用扫。好，同学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好，来，再见，明天见。好，明天见。祝老师教师节快乐，爱你哦。